香港湿地公园是一个世界级的生态旅游景点，拥有超过60公顷的湿地保护区，以及一个占地10000平方米的访客中心，同埋各种不同的访客设施。公园一直致力于推广旅游、公众教育和生态保育的工作。多元化的生境孕育了不同的湿地动物，所以湿地公园四季都展现多姿多彩的美态。由公园开放以来，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次参观，可见公众及海外旅客对我们的支持，而访客都很欣赏我们这片湿地。湿地公园的环境很自然。I'm very impressed by the setting and the environment. 还有很多弹头鱼，我看见鸭子、鳄鱼、蚂蚁还有鱼。我觉得这个种类都多了。A lot of different animals and birds. 我喜欢这里的浮桥。很多啲导赏员啊，介绍我哋啲雀仔啊、品种啊。湿地公园真系好好玩嘅。又可以我哋好唔同嘅季节啊、时间可以影雀仔。So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to come here. And a great place for the family to come to.为了增添访客的乐趣，公园会定期举办不同的活动，这些活动包括讲座、展览、摄影活动、舞台剧等等。在未来，我们会同各界携手努力，举办更多精彩活动，等访客可以展开一个愉快的湿地之旅。快来多姿多彩的香港湿地公园，展开你的湿地之旅。Let's start your journey into the wonderful 富康宫 Western Park。香港湿地公园更多姿多彩。快啲嚟展开你嘅湿地之旅啦！